九月底，腾讯娱乐拍到马伊琍腹部隆起，孕象明显，坐实了之前传出的怀上二胎的消息。而在近日，马伊琍主动在微博上晒出腹部浑圆的自拍照。第二次做妈妈的马伊琍显然比第一次轻松了很多。日前，记者再次发现了马伊琍和文章的身影，他们来到东四环附近的一家饺子馆会友。饭局结束前，文章和一位男士先行来到户外边过烟瘾边等待。紧锁眉头的文章蹲在店门口的台阶上，激动地吐槽着什么。朋友则在一旁频频点头，以示响应。不一会儿，马伊琍和一位女士走出了店门，文章赶紧跳下台阶跟上马伊琍。马伊琍身着连衣裙，脚蹬长靴，露着膝盖，隆起的小腹十分明显，但除了隆起的肚子，马伊琍在身材和行动上并没有怎样。与朋友挥手告别后，文章自动走到了副驾驶的车门处，而马伊琍拉开了驾驶座的车门，拉门上车给油起。驾驶着越野车的马伊琍颇有点女汉子的架势。交完停车费，车子来到了主路上，这时一辆搅拌车正在路上倒车，孩他爸终于坐不住了，赶紧下车指挥起了交通，终于顺利帮助孩他妈架上了柱。腾讯娱乐独家报道。